叫我欣然就好。方爷爷是把自家一楼改建成了餐厅，所以大门并没有在商业街的大路上。前面转过去就到了。怎么样，这里的茶花是不是很漂亮？这都是方爷爷为妻子种的。是你，是你吗？抱歉，我在想事情，就习惯性的坐上来了。是啊，我被首都大学少年班录取了，下周就要去首都了。一直盯着我的脸做什么？还好啦，是生物工程。如果我母亲知道，应该会很开心吧。我们还从没分开这么远过。你要努力，争取两年后来首都找我。明明考上少年班的是我，怎么你比我还开心啊？就为这个，那你早说嘛，我可以让。其实就算我不让你，等分班之后，你也会是文科第一的。我原本还可惜不能和你一个班了，哪知道我脸上沾了脏东西吗？在哪儿？你指给我看看。打算放到我父母的房子里去，啊，钥匙留给你，你想看的话随时可以去。是我拜托他们的，我没想好怎么和你说。这些年一直寄居在你家，添了不少麻烦。你别生气，是我说错话了。哪有，就是这本。别研究了，我这几天一直在看这本福尔摩斯，没看别的。
悬念不好吗？当一切真相都展露在阳光之下，故事也就要终结了呀。这把钥匙是你送我的，我会好好珍惜的。如果我们约好每天都视频通话见个面，那异地上大学似乎也不算很糟糕了。是个国家项目，保密级别很高的。实验期间，我是不能和外界联络的。这不，实验一结束我就回来了。我不是，我。能，这一次我听你的。